好，我们紧跟着啊，还是讲这个二十一，因为二十一这个篇幅啊，还是比较大啊，内容呢也是比较丰富啊。这一块呢，我还是要给大家讲一个这个例子啊，就是爱犯邪淫的人，不光是不得子嗣，得了子嗣以后，这个子嗣啊。一定是因为邪淫心来投身，决定要报复这个全家人。这是我碰到一个老板，非常有钱，他一找小姐呀，就是五六个。他不光是一找五六个呀，他还要把一些年轻的人，他的手下，还要给你送一个，一定要把这些人啊，弄得和他一样，同流合污。啊，这也是我碰到一个非常真实的例子。结果呢，一直得不到儿子，因为娶了个老婆，就要了两个女儿，想要儿子要不了，家里钱非常非常多。好不容易呢，最后得了个儿子。大家知不知道，他老婆都50多岁了，他儿子当时才18岁。你知道发生一件什么事情？儿子把他妈妈强奸了。你看这犯邪淫犯的多可怕！所以我说这个孩子怎么来的？从他父亲这个邪淫心来的。那上天派个什么？派个淫鬼呀、啊？把他妈妈强奸了，不光是强奸了他的母亲，还把谁强奸了？把他两个姐姐也强奸了。这还是这个老板亲自给我讲的，我一给他讲了，自作自受啊！你活该呀！你怪谁呀？我当时我给他讲，我说你注意呀，啊，钱财从偏道来的，要从偏道舍出去；刁道来的，你这个钱一定要从刁道里面要丢掉。赌博中来的，你的钱一定会从赌博中走掉。那你这个孩子，看你从哪里得的？我们都知道孔老夫子怎么来的，他妈妈在岐山求生得来的。所以岐山称为什么呀？圣山呀！现在岐山的一个地方搞开发，山东省的一个领导还给我送了一块岐山石，给我刻了个印章，说的叫岐山圣石。你我们想一想，说孔子得来，孔子妈妈在这个山上求的。那我们有没有想过，我们的孩子从哪里来的？你这个孩子是从畜生道来的吗？是你偷盗中来的吗？还是邪淫中来的？那要是恶道来的，这个孩子一定会败家。你看他这个孩子就是邪淫道来的。啊，大家可能不知道，道教讲的鬼魂投胎，因缘聚聚呀。什么叫因缘聚聚？这个男士、女士爱打麻将，要是走到一块谈恋爱、结婚，这个鬼上一辈子也爱打麻将，他因为有共同喜好就来投生到这个家里，这叫因赌鬼投胎。这叫什么呀？《易经》上讲的“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”啊，这是现实的。哎，我们大家不说别的呢，这些里面有没有玄妙？没有玄妙。我们自己想想，我们自己的家庭。我们古人有一句话，什么话？娶媳妇儿踩婆脚啊！你看很多媳妇儿暴跳如雷，媳妇儿脾气坏，你看看她的婆婆。婆婆有这个气场，就吸引了这个儿媳妇就进来了。要不有很多男的娶这个媳妇儿以后啊，就无意中就感觉怎么我怎么看你怎么老像我妈一样，真是这样。所以古人讲不是
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，他来到这个家里，我们就要反省。哎，我们为什么有这种现象？啊，你知道他把他两个姐姐强奸以后，到最后实在不行，我这个朋友啊，哎，也不能算是我朋友，只是认识一个老板，他把他这个儿子活生生打死了的。你看这个家里，就因为犯邪淫啊。关键是我们听这一堂课以后啊，我们还明白我们受报原因在哪里。很多人受了报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，这个可怕啊。所以啊，邪淫受苦万千，我们自己要干什么呀？远离不良嗜好，吃喝嫖赌，抽啊，抽毒，吸毒啊。哎，这样我们才能干什么呀？聚财旺家呀。邪淫一来，家败了，财败了，运败了，命败了，风水败了，可以说一犯邪淫，所有的好事、好福、好人与我们都没关系了，我们等于上了贼船了，这不是贼船，地狱船呀，这是不回头的路啊，就犯邪淫啊，就这么可怕呀。你又知道我们古人为什么叫万恶淫为首啊，万恶呀。我们古人为了棒喝我们呀，让我们不要犯他呀，啊，这个是非常可怕呀。我们修身就能得手，把我们的身修好，不要犯邪淫，不要拿我们这个身体做坏事，你就干什么呀？得寿啊。身体发肤来自于父母，何曾感伤，孝经上讲的。那修心呢，就能得路啊，把我们的恶毒心、恨人心变成宅心，然后你得路。路就是社会地位啊。啊，那修我们的善思维呢，你就得福啦。为什么说人一看面相，算卦的一看，哎呀，这人好有福啊。你的善思维变成恶思维，福就是心变成恶心啊，禄就是了，生变成恶生，寿就是了，福禄寿你就全没了啊。所以我们只有避开了吃喝嫖赌吸，守好孝顺父母这个开启万福之门的钥匙，禁忌好这个邪淫，开启万祸之门的钥匙以后，我们才能真正的掌握自己的命运啊，风水呀、啊、财富啊，包括社稷，掌握我们的子孙。要不我说好命好风水与房屋没关系，与祖坟没关系。哎，我们会怪了怪自己，不会怪了才推卸责任怪别人，又怪房子不好、祖坟不好、我命不好。我告诉我们自己，是我们自己不好啊，与命有啥关系？是不是？你命不好，你就不可能当人。你只要是人，决定都是好命。那命为什么最后不好了？恶习沾染啊，是这样命不好了的。我们回头想想，哪个孩子一生下来就会偷东西？不会吧。哪个孩子一生下来就会喝酒？不会吧。哪个孩子一生下来就会犯邪淫？不会吧。小孩生下来天真无邪呀，诸恶不会呀，最后会了诸恶，是生染恶习呀。
那我们从这个道理就可以看到，那谁下生下来都是好命啊，最后不是好命，是我们恶行导致的啊，决定是我们恶行导致的，与人家生下来没关系。哪有人一命注定，这生下来部长，那生下来是省长，这生下来杀人犯，那生下来小偷，没有那个道理。小偷也好，部长也好，省长也好，全部由我们做父母的，由我们做祖先的，如何设计，如何我们行善修德呀？啊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要不人家说呀，你看我们家孩子怎么样，我听完好笑啊。为什么好笑？你自己留的种，自己种的因，你还问我是什么种什么因啊，不可笑吗？是不是你自己的人啊，你还问我，我肯定不知道啊。啊，所以我们要是能真正的修了身，修了心，修了善思维以后，我们在人生道路上才能真正的幸福啊，真正的快乐，家族真正的兴旺。不然的话，我们所做的恶事都是现得现报，现在报应很快啊，啊，报的确实非常快，没有说是哎呀我这报了我看不见，最远报在孙子手都要让你看见。这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富不过三代的原因，在你第三代要报。你看我这个就是在第三代报，为啥？我爷爷建功立业，是不是做了善事，在我作为孙子手里面，我这是善报出来了，我这等于是贱命做了贵事儿。为什么是贱命？没文化，农民。然而呢，在任何地方，官员也好，学者也好，老百姓也好，对我很尊敬啊。你不是贱命做了贵事儿吗？是不是？同样像我爷爷一样参加革命的，哎，有几个人会关注对方的爷爷？就因为人家关注秦东魁呢，经常在网上一搜，哎呀，秦东魁的爷爷是干啥的？你看，我爷爷也在网上被人关注啊。你看，爷爷也是，哎，受孙子之名啊。啊，要不古人讲什么呀？祖宗虽远，其德不能不扬啊。哎，我每年在博客里面都会纪念我爷爷的时间有一篇文章，大家因为我哎关注我爷爷，这关注度就高了。你看看，所以这叫隔代受福啊！啊，这是隔代受福啊！我在北京啊，遇到一个老板开什么呀？歌舞厅的，养了400个小姐啊。3个股东啊，哎，其中几个股，两个股东我都知道，其中一个还关系非常好。哎，大股东因为开这个已经死了，车祸。哎，二股东出的什么事情啊？他爸在里面找了个小姐，跟人家同床共枕的，他儿子不知道，也和这个小姐上床了，这小姐竟然不知道这是他儿子。当父子两个人突然发现是同一个女的的时间，他的儿子23岁，羞愧难当哦。就在北京的百子湾那个，哎，一个小区11楼跳楼自杀。这都是真实的事情，在北京发生的。你看邪淫啊，三股东怎么办？被抓进去了。就这还不知道果报呢，我听谁说还开分店呢？你想想，是不是我们开这个歌舞厅养小姐？哎，
做这些事情殃及子孙，关键是我们受了报，我们不知道。我们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很好，当局者迷。你看当局者迷，当局者迷啊。人迷还有两种东西也迷，我们经常听到的，第一色迷心窍。你看你一旦犯了桃花以后色迷，就把心窍迷了，心窍一迷君王为没了，那这人就是畜生行为了，那做事说话不像人。第二种是迷是什么呀？财迷心窍。你看古人两句话讲的多好啊，一个财把自己迷了，一个色迷了。这是在北京父子两个人共同和一个小姐好，儿子跳楼自杀了，这都是真实例子啊。所以这个邪淫啊非常可怕呀、啊、男人要是犯了邪淫，重则断了人种啊。我们想想，男人犯邪淫断了人种，什么叫断了人种？你有孩子半路都要自杀，要不得怪病癌症就死了。我遇到很多老板中年财富非常旺盛，儿子死了，我就知道为什么死了，犯邪淫，断人种啊。这是因为有福，所以他还能看到儿子活到20多岁。要是无福呢，直接就得精子成活率低的病，不育不孕，让你就要不了孩子。可怕呀，这不是神话啊，里面有深刻的这种道理。犯邪淫的人伤其肾精啊，肾就代表的精，精生气，气生神，你精伤了，气没了，神没了，这人不就死了吗？就这么简单呀，哎，非常可怕。你看，重则断了人种，上对不起列祖列宗啊。你家族人脉断了以后，你对不起列祖列宗啊。等你百年以后，你要去了阴曹地府见到你祖先，你祖先说话了，哎，我修福修了千世子孙，为什么在你跟前就绝后了呀？啊，你这不孝子孙，你有什么怜悯见你的列祖列宗？我们想想，这个罪很重啊。当我们想到这个地方，你还能去犯邪淫？你犯不了啊。非常可怕的事情啊。对不起，就把福报全部怎么办？消光了，这就把门风损了。没有福了，你有福可能都是殉财，为了促使你早死，要不就让你坐牢来的，你认为这是挣钱？哎，我真遇到一个这样的奇例例子啊，在一个地方一个政府副县级干部就因为犯邪淫，别人呢给另外一个县级干部送10万块钱礼钱的时间，那个干部没有要。你看这种干部就是没犯邪淫，祖宗护佑，人家没要。从走到拿着钱往出走的时间，他从他办公室出来，把人家叫他办公室去，把10万块钱接上了，最后纪委把他抓去了。一出事我一看，哎呦，原来犯邪淫犯的。你看邪淫促使让你干什么呀？进监坐牢啊。你一进监坐牢，那时候你看他祖上亏人了，你看那孩子，哎呀，贪污犯，你看祖宗蒙羞啊。把福报交了，轻则虽有孩子，就是你犯这个邪淫要是轻的话，虽有孩子，但是恶习会传到子孙手里，
让子孙干什么呀？吃喝嫖赌，样样精通，精通最后干什么呀？败家呀，让你死不瞑目啊！你看惨不惨？啊，人骂人死不瞑目，大家知道死不瞑目？怎么叫死不瞑目？就是犯了邪淫，子孙导致自己犯了邪淫以后，子孙败家，让你死不瞑目；要不然就是你死在家里，尸骨都烂了，孩子不安葬你；要不孩子就虐待你。我们想想，因为这个子孙是从邪淫这个道进来的，要是从赌博道进来的，那把你家败光。啊，看这个孩子从哪个道来的呀？这非常可怕呀！啊，人不明白不懂得呀。哎，要不有人给我就讲的说，快了，我们家几代没有这个糖尿病，就说有遗传因素，上几代全部没有，竟然要个孩子三四岁就糖尿病。我遇到最小的啊，四岁糖尿病，最年轻的17岁得，半生不遂。我们想一想，什么原因啊？从邪淫上得的。啊，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。啊，咱们再看第22，容易遇车祸。车祸从哪里来的？犯邪淫来的啊。很多人认为啊，我这开车不小心着急了，我告诉你，邪淫来的，这是车祸的源头。为什么呀？犯了邪淫就开启万祸之门，其中就有意外事故，就包括有车祸、水灾啊。我遇到犯邪淫的，同样几个孩子去玩水，别人游泳没事，他孩子下去就死了。为什么呀？父亲犯邪淫啊，老天爷要断你人种啊，那你孩子肯定就死了。同样一辆车出货，犯邪淫的人能要命，别人甚至都不会受伤。我们碰到这种例子很多呀。犯邪淫重的人同一辆车出货，他决定就死了，不犯的人皮毛都无损。我们想一想，按风水学上讲，你为什么易遇车祸呀？阳衰阴盛啊。那个时间你要在开车，我告诉你，踩刹车决定经常性出现失灵，你去检查刹车决定是好的。阴重啊，我们讲的磁场波啊，你这个磁场波就阴重，你就出现这种问题啊。那别人开车为什么能把你给碰死啊？因为你阴重，车祸就因为是阴祸导致的，不是阳祸。这又要有共同点呀。我们想想，你看贼认识全是贼，学佛的认识都是学佛的，学传统文化认识的全是学传统文化的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啊。你犯了这个恶的点，这个恶的点有吸引恶的点，恶恶相遇，你肯定要命了嘛。这是吸引法则呀，一点不迷信啊。好，你看那小姐认识全是小姐，你看她买手机上没几个正经人，你自己看，那一定是这样啊，同类相聚，非常可怕。我就碰到，哎，真实的这种现象，一辆车子出车祸了，里面三个死了，一个没事儿。一问那三个，要么就要离婚，要么正准备离婚，外面要不就养的有情人。你看，四个人死了三个。要不我讲风水课的时候讲过，夫妻是同命。古人给我们给个法宝啊，夫妻齐心，其利断金啊。你看这个力度多大，这叫阴阳和合命啊，夫妻齐心，黄土变金啊，你看这也是招财的缘啊，
你就知道这叫阴阳平衡啊。你一旦要跟老婆离婚，在外面养了情人，哎，要是找了小姐，你看看，只有活着的那个男人为什么没出货？他老婆厉害，他不敢学坏，他老婆动不动打他，所以把命保住了。我说你老婆打你也好啊，不然你也死了。我们想一想，哎呀，他不敢做坏事，坏事他老婆打他，真打他。你看看这老婆有时候打一打也挺好啊，把命留住了，那三个没人敢打，死了。我们想一想，哎，这是我遇到一个奇例啊，所以这都是实证的例子呀，大家不能不知啊。为什么呀？老婆能管得住他呀，他不敢搞婚外恋呀，所以不犯邪淫的人可以保命，大灾难来的时候死不了啊。真死不了啊。来，我讲课的时间讲过一个例子，也是在北京，我认识这个朋友也认识了有将近十年了。他在外面就找个小三儿，他老婆连知不知道？我每次见他夫妻两个人，我就告诉他，我快要个孩子吧。他老婆说呀，我还年轻呢，不要。一直到现在都没要下一个孩子。他老公在外面谈了个女的，还怀孕了。当时男的跟我说，秦老师，我跟我老婆离婚。我说你别离，我说你老婆能保你命啊。他那样还能保我命？到最后实在忍不住又来跟我说，说秦老师我真想离婚。我说你都等到现在再等半年行吗？他那行吧，那我就听你话，你这说话还蛮神的，那我就听听。半年里面有一天给我打电话，他说他身体不好，整个背疼得不得了，他是不是腰间盘突出啊？我说不是，我赶快去医院检查，一检查脑动脉瘤，脑动脉瘤压迫神经导致的后背疼啊，再加上呢，在北京一个医院治疗的过程中，医生说了，这脑动脉瘤这瘤子在动脉上长着呢呀，非常可怕呀。说这样治疗啊，活的几率也就20%-30%，有的连手术台都下不了就死了。可是不治呢，他痛得不行，说开始痛，再过一段时间人就昏迷，到最后就在昏迷中人就死了，说不做手术还真不行。跑回去问他妈借钱，因为人家说花钱还蛮多的，几十万。这几年因为找小三儿，把运败得差不多了，也没有钱。他妈说，我连生活费将够，我上哪儿给你找那几十万？问姊妹借钱，就因为他在外面找小三儿，哎，真的是亲戚与他之间完完全全疏远关系，不愿意来往。他最后厚着脸皮给他老婆说了，他老婆回到他娘家把钱借了。这男的给我打个电话说，秦老师啊，你说我老婆能救我命，是不是因为我老婆给我借钱给我治病救我命啊？我说你还没明白呢，你别着急，我说能做手术就快去做吧。要做手术的前一天，他老婆给我打个电话说，秦老师我受不了了。我说你怎么受不了了？说医生把我叫去让我签字，说这有可能就死在手术台上了，有可能就是钱财两空。那我借我娘家这么些钱，他又死了吧，他命也没救，不救吧好像也不行。说秦老师我怎么能让他活？我说你没有能力让他活，关键是他想死还是想活，你要问他，你问完他以后啊，你再给我说，我就知道他能死能活了。他说你让我问他什么呀？我说你让他说说嘛，看他好了以后要干什么。
她和她老公在病床那就聊天了。她说啊，你看咱们夫妻一场，你现在得这么重的病，明天就要做手术。哎，医生给我都说了，非常危险。哎，你要是一旦进去出不来怎么办？你有没有要给我交代的话？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"老婆呀，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。我要是这一次躲过了这一关呀，我要加倍的对你好。"说了一句话，你看我们古人有一句话，是不是"人到死时，其言也善"呀？啊，你看人到临死的时间，言语就善了。那女的哭的呀，出来以后痛哭，给我打电话说："秦老师，她什么都没说，就给我说一句这话。"我说："她死不了了。"那女的吓一跳，说："为什么死不了了？改了吗？邪淫心断了吗？知道对你感恩了吗？因为夫妻呀，按阴阳学上来讲是太极八卦，阴阳鱼。"一阴阳一合，八方皆通，通了就不死了，不通就亡了。我们讲的太极八卦，你看八个方位，核心是什么呀？一个阴，一个阳。我们最简单的一个字是什么呀？一个女，一个子，合一块就好了。女代表的就是妻子，子代表的就是丈夫啊。你看，合好了。所以我们古人有两句话非常有意思，家和万事兴，万事兴了怎么能死人呢？不兴才死人的嘛。第二，和气生财呀，你为什么不发财不和气啊？你一和气生财了，你看这也是古人给我们给的两把钥匙啊。我说死不了，我就做吧。果不然，做完手术以后啊，同一天和他做手术的那三个全死了，就他一个活着的。到现在我们都是非常好的朋友，再跟他老婆不离婚了，跟那小三断掉了。我们想想，夫妻是同一条命啊。哎，我讲这个的时间大家不明白，认为哎呀这是不是神话故事？不是。大家经常看新闻可以看到，我记得我去年看到一个新闻，老太太和这老头都结婚40多年，马上再差一年就金婚。老爷子有点那个半身不遂，好像痴呆一样。他给老爷子还写了一句话，说："老伴儿啊，你要坚持活啊，咱俩争取活到金婚，让孩子给咱们热闹的操办一下。"这老太太就非常精心的照顾老公，谁知道这老公先没有活到金婚就去世了。这老头一去世完以后，安葬完，老太太就把自己的衣服穿得整整齐齐，坐在沙发上也就走了。这是去年我看到新闻报道的。你看看，夫妻要是能真正的像古人讲的，夫妻齐心，其利断金，夫妻齐心啊，黄土变金啊，那夫妻之间是什么呀？一条命啊，夫妻是一条命啊。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夫妻两个人，那一个走了感情至深的，那一个走了这个过不了几天也就跟着走了，说啥我不能让他在底下孤独呀，我要陪他去，你看走了，感情至诚啊，这叫感情至诚啊。所以夫妻是一条命啊，哎，真是夫妻是一条命。我在我们农村还碰到老头给他老伴烧纸呢，说："老伴呀，我把你都安顿完啊，给你多送点钱，过几天我就陪你。"老头身体很好，真过几天躺那儿走了，一点痛苦都没有。你看，别说佛讲的，哎，我们念佛能预知时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。我告诉大家，夫妻之间要是能至诚对方忠贞，你即使不能去西方极乐世界，你死了都不会去恶道。为什么呀？你担起了你一个做人的职责，你对不起对方，你已经失人道了。你不去当畜生谁当？你肯定去畜生那边啊。这不是神话，这里面有深刻的道理啊。哎，我们一定这个要懂的。所以不犯邪淫的人可保命，大灾难来临的时候死不了。这是在北京这个，哎，这属狗的比我大11岁。
他太太属鸡的，比我大一轮。哎，现在还生活得很好。脑动脉瘤啊，你想想，那动脉上长个瘤子，动不好动脉一断，血就喷出来，人就死了。哎，就他恢复的最快。这个手术完了以后，刚一恢复，跑来就来拜访我，感谢我说：“秦老师，我现在明白了，明白什么了？”我说：“我妻子真能救我命啊！”我说：“你病重期间，你情人呢？”他说：“跑了。”我给他那几年给的钱，他说他全花完了。我说：“那情人要跟你不说这话，你是不是还不死心啊？”我们想一想，是不是？所以人啊，要是真能懂得阴阳之道，我告诉大家，通天彻地。要不很多人说秦老师你很神奇，我告诉大家，我真不神奇，我只是明白了里面的道。我知道你出了道，你就要受什么报。你看孝道，孝道，你离开这个孝，这个道就没了，那你子女肯定不孝顺啊，败家呀。哎，你作为丈夫搞婚外恋，那你丈夫知道就丢掉了，那你妻女一定要替人偿还，被人欺负。你在哪个道上有亏，我百发百中，你要出什么事情啊？这叫因果，因果是哲学啊。哦，还别说，我说呢，《孝经》上讲什么呀？是不是孝心之诚通于神明啊？都能通于神明啊。我们要是真懂得真明白这个道理以后，你肯定不去犯邪淫。要不有人说，哎呀，这寡妇怎么来的？我告诉大家，都是有一半犯邪淫犯的，让你享不了丈夫之福，让你享不了妻子之福。你做的隐蔽，我告诉你，你的另一半知不到，天知地知啊，要你的命啊。为什么呀？犯邪淫折寿啊！啊，犯邪淫最多的时间折一季寿是12年。我们有几个12年？我们算算，犯的轻了得病，重了折寿，是不是？你得了病，先由病开始警告你，你还在犯，那肯定让你要命啊！犯邪淫犯的。大家不能不知啊，啊。那第23呢？常犯邪淫的人，常被人怀疑，经常被人怀疑，不会被人信任。你和谁合作做生意，别人老怀疑你，你好心啊，都把你当成什么呀？驴肝肺。我告诉你，犯邪淫的人不被人信任。哎，你觉得你对他挺好，人家老觉得你奸诈的，太精明了。看见你害怕，不愿意和你来往。啊，常被人怀疑。这是对外来说的。那对内呢？遭亲友诽谤。亲人和朋友都诽谤你。众叛亲离呀，我们想一想，多可怕。哎，广结冤仇，和很多人都广结冤仇，和谁都处不来。我跟你讲，常犯邪淫的人，第一，和父母处不来，夫妻处不来，朋友处不来，兄弟姊妹处不来，说白了，求神拜佛和佛菩萨都处不来，跟祖先也处不来。为什么呀？你和所有人一接触就变成什么呀？变成冤家和仇人了。我遇到犯邪淫的人，跑山上拜神去了，求了个上上签，下山就摔一跤，腿摔坏了。你看，和神合不来吗？你犯邪淫啊，是不是？神一看，好，让你来个上上签，让你一高兴，你就不小心了，不小心就穿下去，腿摔坏。你看看，天都不佑你啊，广结仇怨呀。你和谁都能结仇怨啊！给人帮忙做好事，人家都误认为你有企图。你看看，要不很多人说：“哎呀，我怎么帮他，他误解你。”我就告诉他：“你决定犯邪淫啊，决定亏孝啊，就这上面出的问题啊。”
啊，不然你不知道啊。来，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朋友之间稍微有点儿事情就会变成仇人，变成敌人。一个小事情就变成仇人敌人，你可能交了十几年的朋友，一件事儿变成敌人仇人了。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？犯邪淫以后啊，我们自身的磁场波，我们本身啊，人身上的磁场波是一种祥和磁场波，有吸引力。一旦犯邪淫以后啊，我们的磁场波就变散了。一散以后啊，就像那一根筷子一样，就折断了，十根筷子就折不断。你那个磁场波还一点一点的就夭折了啊。再加上你为什么会和朋友和家人都变成仇人变成敌人呢？按深刻来讲的话，是你身上的三魂七魄分散了。我们经常说了一句话叫什么呀？魂不守舍。大家可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什么叫魂不守舍？我们看画皮了没有？狐狸精啊，鬼啊，那些东西，这男的对这个漂亮的女的产生念头以后，他那个天魂就先出去，那个时间就得什么相思病，最后跳楼自杀。女的也是这样，天魂一出去以后啊，谁都劝不进去，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你这个时间就是魂不守舍，魂已经跑了。这个魂啊，三魂就代表的精气神，一点都不迷信，道家把它称为三魂。七魄是什么呀？七窍，我们知道，你看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、耳朵，这是七窍。七窍都是把我们身体里面的杂质，把我们身体里面不好的东西给出排泄的地方，这叫七窍，这叫三魂七魄啊。所以有很多人都丢魂了，导致倒霉的啊。要不人犯了邪淫以后，为什么会强奸自己的母亲？哎，为什么会强奸自己的姐姐，强奸自己的女儿？我告诉大家，那个时间就是天魂已经走了，光剩下什么人魂了。人魂在形体上就是个工具，这叫什么呀？行尸走肉。行尸走肉，魂魄为什么丢啊？就是肾精妄动。我们都知道肾主藏精啊，肾精妄动啊，肾精妄动，我现在喜欢一个女的，一见钟情，又没有来往，可是脑子里面天天想她，晚上睡觉都梦见她。我告诉你，你这个魂已经跑了，跑到她那儿去了，她还不知道，你已经精神不振了。所以你出现这个被人怀疑遭亲友诽谤，广结冤仇，什么原因导致的？就是三魂不聚，七魄不聚，导致身上的气场凌乱。我们每一个人啊，三魂七魄加一块正好就是个十字，这叫什么呀？十全十美。这叫什么？每一个人生下来是带福来的。为什么没有福了？你少一魄就少一美呀。啊，这不是迷信啊，因为三魂就是精气神啊，肾气妄动。要不我遇到很多人，为什么呀？魂不守舍。我说你把魂丢了啊，你要想把这个魂叫回来怎么办？淫念要断，不要再想着人家了，甚至晚上都想到我喜欢这个女的，我喜欢这个男的，哎呀，满脑子想人家，晚上就做梦，梦邪淫梦，男女遗精啊，就这样导致的。要不很多人遗精有两种原因遗精，一种原因遗精就是晚上梦见这个女的来了，要不就梦见这个男的来了。还有一种遗精啊，就是我们的魂两魂一走，触身灵身。什么叫两魂一走，畜生灵身？天魂一走，地魂一走，光剩下人魂的时间啊，狐狸精就来了。啊，狐仙这个事情，大家不要认为它是迷信啊。我们都知道，佛教有佛门有个鬼故事，
两个有名的禅师渡白狐，渡狐狸，一个就是虚云老和尚渡狐狸，一个呢就是百丈禅师渡狐狸。哎，我也遇到过啊，可是没见过狐狸。我是在当时在宝庆，这个男的还在国企上班，他就说他在单位喜欢上了一个女的，实际他有老婆了，他喜欢上个女的，导致这个天魂和地魂，就是我们讲的精气离体了。精气什么啊？精生气，气生神。你看精气离神离尸体了以后哪有神啊？他晚上又做梦，经常晚上做梦啊，他一个举动，什么举动？他老婆在他边上睡着呢，晚上一做梦，梦见一个长头发一个女的就来了，他睡着觉，梦里面就把他老婆就蹬下床了，他老婆把他叫醒说你干什么呀，他说哎，我老婆是个长头发，你咋变成一个短头发了？他晚上竟然不认识他老婆是谁，白天他知道是他老婆，晚上那个时间我把他称为叫什么呀，狐迷心窍，叫狐狸的狐，狐迷心窍。我说你呀、在外面啊，意识里面喜欢上一个女的，动了精气，你这个魂在那个女的身上，这两魂一走以后啊，你这个身体就成了空壳了。谁来了？狐狸精来了。狐狸精正好干什么？盗你阳气。要不很多人说那画皮聊斋是假的，我告诉你真的。所以以后少看画皮聊斋的东西啊，像怪异的什么鬼故事都少看。为什么呀？我们要看神仙故事，给身体装阳。你看那个看多了，恐怖片看多了，你晚上都睡不着觉。为什么？你那个时间那个精神紧张，魂魄也容易丢掉。要不很多人全身没力气，精神不好，在医院检查什么病都没有，什么原因？我告诉你，就是魂丢了，魂丢了。那如何把魂能叫回来？立即断掉邪淫念头，想这个女的了，断掉不想这个女的了。你一想那女的漂亮啥，是不是？哦，那皮一扒开都是血浓血屎的，满肚子都是宿便，有啥喜欢的？立即念头就断了。你喜欢这个男的了，是不是？那再帅气的男的有啥用？是不是中看不中吃的？立即把这个念头收回来，你魂就回来。道教有一种叫魂的方法，是民间的，应该也不是正规道教的。我过去听老人讲过，最简单，什么最简单呢？擀面的擀杖。把自己，你要自己觉得你的精神不好，在医院检查。你要能找到你的邪淫的方法，你在哪儿犯了，想哪个男的，想哪个女的了，导致晚上做梦老梦见女的，甚至要是这个女的甚至就变成你梦见了有动物，像狗一类的东西，你就知道决定是狐精入体。用什么样的方法？狐精啊，它是两魂之身，当人只有丢掉了两魂成了一魂，精灵才能入自己体里，一般这些东西都入不了自己体的。那用什么方法？最简单的方法，把自己穿的衣服拿擀面杖挑着，在楼道连叫七声，家里人答应你要某某人向你啊，离什么回来了没有，家里人说回来了，你叫七声，家里人打七声，晚上睡觉把这个衣服盖在自己身上，擀面杖呢放在床边，连续叫七晚上，魂也能回来。这是严重的时间，用这方法给小孩也能叫。为什么？小孩要是被吓着了，也是把小孩的衣服挂在假面擀面杖上去叫。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方式啊！我给我们家孩子叫过，我觉得效果挺好，叫完就不哭了啊！为什么呢？我们小孩被吓着了。他为什么被吓着？你看我这几年从有孩子以后不怎么见人。我老板呢，他有个非常好的一个朋友，非要带着那朋友来见见我，我不知道什么事儿，那我就见了。见来的时间呢，哎呀，这个男的身上啊，就是我讲的，他那个磁场波是非常乱，磁场波一乱，首先是眼睛无神。我就问他，我说你是不是经常去歌舞厅啊？他说我去歌舞厅经常陪人这个喝酒
哎呀，给人家还找小姐。我说你是不是把你亲弟弟也带去了？哎呀，一说到这儿，他吓一跳，他说你怎么知道？我说你弟弟因这个都死了。他说我求你老板来见你，就是因为这个事儿。我把我弟弟带去以后，我弟弟找了个小姐，谁知道回去老实的给他老婆说了，他老婆生气跟他要死要活，闹腾半年，我弟弟忍不住上吊自杀了。我说你看，你把你弟弟都害了，你看范奇莹啊，他弟媳妇就放不过这件事儿。然后我说你有钱，你帮你弟，你怎么能把你弟弟叫到贼船上去呀？我就说，我说你看你来了，我把你这个话给你说破了。我说你弟弟，你看你赶快给他在寺庙做超度，谁知道他去做超度啊，竟然发生什么样的事情。去这个北京的灵光寺，看见那个佛塔了，绕了五六圈就是找不到寺院，给我打个电话啊，我说你弟弟还在我家呢，没走。我就这么跟他说的，谁知道晚上我们家孩子啊，这个只要一睡着，自己掐自己脖子就喊就哭。哎呀，我太太从那以后就骂我，再不喜欢再见人了。我给我儿子叫了一次魂，我就知道，哎呀，他这个弟弟没走，把我们家孩子吓着。为啥？我们都知道12岁以下的小孩呀能看到东西，这也不是迷信，真不是迷信，我们可以把它当成神话去听，可是这确实是我们家里发生的真实例子。你看，范邪淫导致鬼魂入身啊，包括这个狐仙，我们讲的狐精，这些东西都入身体。为什么呀？你的三魂不正，外邪侵身，你得病啊。那我们犯了邪淫以后，为什么常被别人怀疑，遭亲友亲戚遭朋友诽谤，跟谁一相处都能变成仇家和冤家？我们就要反省了，你这个时间实际就因为范邪淫已经妄动，导致三魂七魄不全了。这是深层次意思啊！我讲这个，大家有时候想想，你看国外现在有很多这类的书了，催眠的过程中能知道这个人的前世，哎，真有灵魂啊！所以叫魂那个方法啊，是非常简单，实际就拿你穿的那个衣服擀面杖就行了。我不知道那个为什么起效，哎，可是用了用啊，效果挺好，啊，效果挺好。还有一种叫魂的方法，这是针对这个严重性的，你包括精神病、抑郁症，我告诉大家，实际也是要不就是父母，要不就是在感情上面动得太深，导致魂魄离体。那个叫魂的方法就麻烦一些了。啊，这民间有啊，我们过去呢，这个老人呢跟我们讲过，拿一碗白面放平啊，放在厨房，家里要供灶王呢就供在灶王那儿，没有供灶王就放在厨房，因为厨房啊是养一家这个饮食的地方。还是拿擀面杖挑衣服，可是手里要多一个鸡蛋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啊，我试过，那鸡蛋放在手里以后啊，自自然然你在叫的过程中，这个鸡蛋自己能立起来。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原因，反正我试过真立起来了。哦，那鸡蛋就立起来了。立起来以后啊，每天晚上叫的时间，只要鸡蛋立起来，连续是7次，这7个鸡蛋每天给它吃一顿，把那个面粉啊给它擀成面条。还必须要宽面，给他煮着吃，叫什么宽心面，让他心要宽。哎，这个三魂七魄就回来了。哎，这是一个简单的这个叫魂的方法啊。可是这个方法比较简单，大家可以去试试啊，肯定会有效果，反正又不需要花钱。哎，我觉得这个是哎非常好的一个事情。这是民间的一些啊过去解救的这种方法。真的是这样，那我们为什么非要到这个时间才去叫啊？我们不犯不就完了吗？是不是？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我不犯就完了吗？是不是？见任何男的女的，我们不要乱动心啊。我们还最明显的这个丢魂，你看年轻人为了追星，见不到那明星，
哎呀，天天看，对他执着，他穿什么衣服他也穿，他怎么样，那种是最明显的丢魂现象。为什么？他的魂丢在人家身上了，他不知道。到最后偶像一结婚他还自杀了。你没注意，有很多明星结婚不敢提，为啥？死一大片，真死一大片，年轻人这是完全丢魂啊。所以我这个方法大家可以拿这个解救的，哎呀，效果还很非常好，在家里就做了啊。实际真的是这样，这就是范邪淫。为什么呀？他把他当偶像了，男神啊，这是女神啊，是不是？他满脑子都是想的他。我甚至遇个年轻人得精神病，为什么呀？哎呀，整个屋子贴的都是一个明星的画像。我说你怎么贴这么多？他爸说那是他偶像。我说那为什么突然得精神病了？是不是偶像结婚？他说是。你看得精神病了，这么得的。我说你看三魂呀，丢了两魂啊。你想想他不得谁得？这也是犯邪淫，这叫什么？意淫和心淫导致的。意淫和心淫导致的，我们想想非常非常可怕。所以我们第23，常被人怀疑遭亲友诽谤，广结仇怨的过程中，实际就是我们天魂地魂形魂这个三魂，就是天魂居于人脑部，地魂啊居于人内脏，人魂是居于人的肢体。一般是人魂要丢掉以后啊，人容易肢体得病，肢体呢就是行动不便。我们看一些老人坐轮椅，实际就是人魂丢掉的啊。内脏得病是地魂丢了，你像什么肝病啊、肺病啊、心脏病啊，实际是地魂丢了。这个并不神奇，这是精气神导致的。天魂一丢容易得精神病，逆欲啊，包括老年人他天魂丢了以后就老年痴呆，植物人，我们所谓的植物人，我们是知道，哎，他这个是天魂丢了。这个天魂就代表的是精，我们身上的肾脏，也并不神奇。地魂啊就代表的是气，我们身体的胃脏。神呢就代表我们身体的肺脏啊，肺主皮毛，气色就好了啊。精气神，精生气，气生神。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的？我们想一想，因为你妄动肾精，你犯邪淫啊，你妄动肾精啊，你甚至晚上做梦都把你的偶像当成你邪淫手淫的对象，你肾精乱动，精不生气，气不生神了，气色就不好了。这就是我们讲的丢魂。实际丢魂啊，古人不知道拿这个，民间人不知道拿什么方法解说，用了一个这个，哎，三魂七魄。实际这三魂就是我们的肾脏，哎，脾胃跟我们的肺脏，我们这三脏而已啊。啊，实际就是这样啊。要不最后这三两魂一丢就变成什么呀？魂不守舍，就会容易招致常被人怀疑遭亲友诽谤，广结善缘。哎，大家要是觉得精神状况不好，觉得看你老人谁精神状况不好，你可以用这方法教一教，哎，兴许真有效果，哎，效果还很好啊。都叫七遍，你叫七遍，他在家里答应七遍就完了，连续少了叫三晚上，多了叫七晚上就完了，就这么简单个方法啊，是不是？哎，这就叫把魂呀，要让它守在舍内。为什么？我们这个身体啊是三魂七魄的家，它不在家里待了，这家不就完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的肾脏是先天之精，我们只有犯邪淫的时间肾气才乱动，不犯邪淫，没有邪的念头，没有邪的心，没有邪淫的行为的时间，肾精是不会乱动的。那你肾精保持住，决定是精生气，气生神，你三魂不离，七魄不散呀，怎么能出现问题啊？所以你看这一段文章虽不多，可是它的深层次意思，为什么能变成仇人？一点小事和朋友变成仇人了，
为什么我们在哪儿都跟别人相处不好？实际就是我们犯了邪淫的这种念头以后，三魂不聚，七魄乱散导致的。我们要是真能把这个改了，那肯定就没问题了。好，这堂课就讲到这里。好，谢谢大家。